那我俩一起七笔好了，我这一笔了。奔跑吧特别季不愧是热度很高的综艺，因为关注的人多，相关的信息也多，这点从奔跑吧特别季开启录制之后，很多路透上了热搜就能看得出来。而当奔跑吧特别季第二轮快要录制时，网上又有了很多相关信息，比如录制时间、录制地点、录制嘉宾。录制时间看了很多信息，基本上都是十月底录制，录制地点与录制嘉宾则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版本。一个版本是录制地点是在河北，并且透露了第二轮三期录制的所有飞行嘉宾。第一期飞行嘉宾王宝强、李光洁、屈楚萧；第二期飞行嘉宾王宝强、袁娅维、王小伟、胡海泉；第三期飞行嘉宾王宝强、杨迪。会发现王宝强参加了第二轮所有录制，严格来说已经不能算飞行嘉宾，更像常驻嘉宾。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常驻嘉宾蔡徐坤在第一轮录制后期退出，第二轮录制也不能参加，所以节目组找来王宝强。王宝强是奔跑吧老成员，以常驻嘉宾的身份参加过第一季，之后又以飞行嘉宾的身份参加过节目。因为是老成员，如果王宝强回归参加奔跑吧特别季第二轮所有录制，应该会让很多的观众期待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李晨、杨颖、郑恺也都是第一届的老成员，王宝强回归应该会有很强的化学反应，节目效果可以拉满。但这个爆料的可信度如何呢？如果爆料只是说王宝强回归，可信度还可以，但一下把三期飞行嘉宾全部曝光就太假了。看过很多爆料，像这种一次性曝光所有嘉宾的可信度都极低，真当节目组的保密工作是摆设。更重要的是，第二轮第二期嘉宾可信度也很低，因为这期除了王宝强，其他嘉宾都是歌手，明显是音乐主题。可是奔跑吧特别季第一轮录制已经录制了一期音乐主题，当时的飞行嘉宾是傅龙飞、陈卓璇，一季节目不可能，基本不可能录制两期相同的主题，所以这个版本的爆料可信度很低。另一个版本的录制地点是在福建三明，据透露了两位飞行嘉宾，分别是王鹤棣、宋亚轩。这个爆料的飞行嘉宾比较少，反而可信度要高一些，而且两位飞行嘉宾都有参加奔跑吧特别季的可能。王鹤棣是奔跑吧的常客，以飞行嘉宾的身份参加过好几期录制，表现非常不错，而且这是王鹤棣没有大火之前，如今王鹤棣大火，奔跑吧特别季更有邀请他的可能。而且因为双方合作愉快，王鹤棣参加的可能性很高。然后是宋亚轩，宋亚轩是王牌对王牌三个少年的常驻嘉宾，跟浙江卫视和亲密，如果奔跑吧特别季邀请他，宋亚轩应该愿意参加，所以感觉这个版本更可信。当然因为如今是疫情期间，各地都有防疫要求，可能出现确定的飞行嘉宾无法参加的情况，所以除六位常驻嘉宾李晨、杨颖、郑恺、沙溢、白鹿、周深之外，飞行嘉宾都以正式录制为准。今天我把我和那位生米同学介绍给周深的文字整理成篇。周深是农村孩子，湖南人，后跟父母到贵州谋生，小学被音乐老师发现歌唱得好，招入合唱团，只要是他领唱的比赛都能够获得获奖。中学时男孩子纷纷进入变声期，他迟迟不变声，被同学嘲笑娘人妖，虽然仍然为学校获得了金奖，也没有改变现状。他因此整个中学时代没有再开口唱歌，连话也是很少说。他想报考艺术类院校，家长不同意，认为他身高只有1米61，长得也不帅，吃不了这碗饭。高考不太成功，他远走乌克兰学医，学医吃力，老师还欺负他，全班他最矮，偏偏每次都要他背教学用的尸体，尸体都要比他高一个头。学了一年决定弃医，去考乌克兰的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，有位老师一听之下很喜欢，收了他，但可能呢没有照顾到他的特殊性，训练不得法，周深患了声带结节，几近失声，回国治了好几个月声音才回来。后来周深自己选中了一位70多的乌克兰国宝级教授，那时候他的声音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教授一听就说，这样的声音怎么能当我的学生。周深天天去磨，被教授钢琴伴奏的老师看不下去，人家孩子都这样求你了，你不要我要。然后周深就天天到老太太那里去上课，老太太很喜欢周深，叫他我的小太阳。
几个月后，也许是发现周深确实是天才，也许被感动，教授就收下了周深，一收下就喜欢的不行了，把他当孙子疼。乌克兰社会动荡，他老师这样的国宝级人物，一个月才相当于两三千人民币的收入，就这样还给他买衣服，送他东西。参加中国好声音时，周深还在上三年级，结果是一鸣惊人。好声音时期，他的老师看到他步上流行音乐之路，非常动心。周深向他解释参加国内选秀的原因和他的音乐理想，他要让流行和美声结合，只要是美的音乐。后来周深把《声入人心》的视频给老师看，可能是因为《声入人心》是偏美声的综艺节目，老师才认同了他。现在周深毕业了，钢琴伴奏老师已去世，教授也年事已高，周深多次提到他很有紧迫感，怕来不及让老师看到他成功，怕没时间报答老师。周深在毕业时曾和老师相约，他说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当您的学生，到那时你不要再让我求你三个月了。他老师说只要你来我还愿意教你，我还要教你更高的音。好声音虽然那英淘汰了他，但是周深说那英给了他一个转身，给了他机会，后来还把他介绍给了高晓松。高晓松一听倾心，自费给他做了专辑，还推荐他给自己的朋友。这段时间他获得的资源都直接或间接的来自高晓松。大约海棠片方本来想邀请王菲唱大鱼的，因为种种原因没请动，后来就让周深录个小样，周深蒙着被子录了一个，对方一听之下惊为天人，决定就用周深了。大鱼对周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，因为不用露面，没人纠结他是男是女，先入为主的喜欢了这个声音，知道是男生唱的后，大部分也就接纳了他。也有人不接受，说知道是男人唱的，觉得真恶心，果断删掉。这时他已经唱了好多国产动漫片，成功的使他自信。他说有的人永远不会喜欢我的，那是人家的自由，他不再为不认可他的人苦恼。参加蒙面唱将后，周深说我与自己的声音和解了，真正接纳了自己的与众不同。深入人心，我们的歌，歌手三大综艺之后，周深就红成现在这样了。